我们刚刚打扫卫生，是谁又乱丢垃圾呢？还有，对书本要恭敬，不可以丢在地上。刚刚在食堂那里浪费的食物很多，请问谁又浪费食物呢？请问是谁乱丢垃圾的？郭能改归于无，唐掩饰争议孤。老师，是我丢的，我错了。好，请把垃圾捡起来丢到垃圾桶里去。书本呢？对不起老师，我错了。把书本拾起来。这一堂课是考试，大家准备。考试时不许讲话，自己做自己的。好，时间到，收考卷。李老师，我以后我不要再浪费食物了。知错能改是好学生，希望你以后不再浪费食物。好，你先下课去。谢谢老师。医生，等一下，什么事？为了一个橡皮擦，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？连考试都不给我看。用人恶，虚名求，他不问，其为偷。至于考试不给你看，是对的。等一下，什么事？今天电话是什么意思？考试不能作弊，我应该好好帮助你，而不是去害你。这样，你可以帮我补习吗？当然啦，谢谢你。礼是人与人之间最优美的距离，不论多么熟识的人，我们都应该守礼。朋友间应该以道义相交往，真正为对方着想，反而不是酒肉朋友。《弟子规》上说：“能亲人，无限好；得日进，过日少。”亲近有德行的人者，你的品德才会日益增好，所犯的过错会日益减少，做一个有智慧、有良好德行的好学生。